闽南话，尘埃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应呀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灰尘、尘埃，随风翻飞的尘土。例：这顶全应呀。桌上都是灰尘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